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在今日要分享之前，咱做伙来共读今日的经文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恁这的追求正义、找求我上主的人啊，就听就看迄块石板，恁就是对遐拍出来。注意看迄个石壁，恁就是对遐挖出来。就注意看恁的祖先阿伯拉罕，看恁的老母撒拉。我选掉伊的时，伊简单家己一个，毋过我祝福伊，予伊子孙真济。上主要安慰耶路撒冷，安慰伊所有的风波。我要予沙漠变作亲像伊甸园，予风波亲像上主的园。伫园内有欢喜、快乐、有感谢、而乐的歌声。我的主民啊，注意听我讲。我的国民啊，就耳耳孔听我。我要将律法赐予万国，我的公义要做万民的光。我的胜利已经逼近，我的拯救已经发出，我的手骨要统治万民。海岛拢在等候我来，一直期待我来解救。就抬头看天，耳朵看地，因为天特别亲像烟雾消散，地亲像衫穿旧去，内面的住民亲像蚊虫死去。不过我的拯救会永远存续，我的公义代代无穷。就听恁这的人捌公义，有把我的教示藏在心内的人，唔免惊人甲恁讥笑，唔免蹲别人甲恁侮辱。因为酒糖会把他们吞灭，那阵在吃啥糖会把他们吃了，那阵在吃油门。不过我的公义会永远遵守，我的拯救刷到万代。在今天的圣经中间特别说起到这些追求公义、追求耶和华的，就要听上帝的话，听他的声，因为他们要想说他们在那里石盘里面找出泉水来，在遐困难的中间，因经过迄个困难，所以特别伊讲起着阿伯拉罕的故事。在遮的以色列百姓，因上爱听的故事，就是因的先祖阿伯拉罕是安怎对一个人，一直到一个家庭，一直到一个家族，一直到一个整个以色列的民族，迄是因为伊。有上帝的祝福，为什么阿伯拉罕有上帝的祝福？咱来看圣经，简单来讲一句话，就是伊听上帝的话啦。阿伯拉罕真听上帝的话，因为阿伯拉罕听着上帝讲，你爱往遐去，伊就无任何的想法，伊就安尼行。伊是一个听上帝话的人，伊未看头前的困难。遐我无去过，那安尼我无爱去。啊遐。感觉生活较困难，我无爱去遐。啊遐，环境无好，我无爱去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迄是一个听上帝的话的人，伊的选择。迄个选择是，当上帝爱我安尼行，我特别安尼行。因为伫遮，咱会当看到以赛亚来提醒遮以色列百姓讲，当咱若听上帝的话，你就会当看上帝的作为。你若听上帝话，你就会看到上帝的作为，这是我尔啊水的一项代志。所以伫遮，咱会当来想看卖啊，你敢是一个听上帝话的人？真侪人讲啊，我都看袂到上帝伫我身上有作为啊，我祈祷了，跟祈祷了无效，为什么迄个人祈祷才有效？其实最重要的是，因为迄个人听上帝话，无定当你无听上帝话，所以咱讲啊，偏行己路，什么意思？人啊，往往拢想家己想要行的路，总是拢出来去讲，我要听上帝的话啦。总是伊行的路，煞是照家己要行的路。所以伫遮，咱会当为上帝的作为来看到人有听上帝的话啊无？咱用安尼来思考，在咱的人生中间，有侪侪时阵，咱是无顺服的；有侪侪时阵，咱是无看到上帝的作为在咱的身上。那是安尼，咱搁较。来提醒咱家己，因为亚伯拉罕已经真做水过好的见证。那安尼，咱是不是愿意来谦卑咱家己，来顺服伫上帝的下面，来顺服伫上帝的引出的内面？无定头前是沙漠，
每当大城市困难，总是你愿意顺服。他是讲今日上帝的确要引带你行这条路，那安尼你就安尼来行。牧师真欢喜会当回来伫台湾，来遮来乡邻教会来开拓新增分堂。我拢感受到，那是开拓的，是我的意向。我相信上帝的意向嘛，先出处。这嘛是咱乡邻教会一个真水的见证。所以安尼，我愿意来照上帝的心意，回来伫台湾来开拓这个教会。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上帝无同款的呼召。我欢喜安尼的呼召伫我的心上，因为这是我真做牧师上水的呼召。所以当我安尼行的时阵，我嘛开始来看上帝的作为是啥物。开始讲，这那是上帝要引出来的路，上帝的确有水个好的作为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通倚靠上帝，因为伊的作为就是咱信仰的。